30，星期三，天气呢晴天，但是西部海岸线呢，有非常多的乌云啊，可能又要变天了啊。今天风的确是有点大啊，今天咱们呢就赶紧的巡视一下农场，就赶紧收兵躲起来啊，因为突然变天了，天气是有点冷。那我们就赶紧来去巡视农场喽，走喽。这个苗呢被吹得东倒西歪的，我先把它藏在这里一下，因为等一下再回来再来整理，因为风实在是太大了，把它们吹得实在是东倒西歪。那菜苗这种东西呢，又不耐风又不耐雨，真的是很难照顾了。OK，我们再继续往前喽。这是我们三叶，这是颗粒比较果实比较大的部分呢，也发芽了。这本来以为它不会发芽了，也陆续发芽了。所以我现在的三叶呢，理论上大小品种都已经陆续发芽了，而且越长越好。所以三叶呢，它是在冷凉的天气种的，是还蛮容易的。存活，种起来还算不错。我这边，因为地也是比较潮湿，所以它可能也比较适合它们。那我们家的三姨呢，看起来今年是都还不错，期待来年呢，也能够生生不息，这是我们所寄望的，三姨咯。这些木瓜呢，下面这几颗。都已经转黄了，那今天还是把它摘掉因为不摘的话呢，我还生怕蓝雀来了以后呢，可能又没办法享用了。OK，我们现在就来摘木瓜了。